如果你们看远端的话，会发现即使太阳落下去了，这个应该是落下去之后啊，还会散发着这个光芒，很漂亮的光芒。一般太阳下去的时候人们就会离开，然而你们看，太阳落下去之后啊，过一段时间别离开，你就能发现很漂亮的光景。哇，这个出来的镜头有那味的好吗？啊，现在双子座其实是在我们下面，等会儿它慢慢的升上来了，估计是凌晨两三点吧，就在这一块，就在这一块。现在基本上双子座现在在海平面，我们海平面的下面，准确来说在我们海平面的下面，所以说要等那边，对，要等那边升上来。现在就在我们一起等那个时刻升上来的，就是那个位置，那个方位，就是这个方位，应该是这一块这一圈方位。我们现在陆家嘴这里等，看看能不能等得到。啊，虽然等我要等大概蛮久的星空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先把饭给吃。今天吃自乐饭吧，这个好特卖买的，11块钱。啊，正好一顿11块钱。等我尝尝看怎么样。哦，正好，我的天，这个主要是也蛮方便的。加上水就行。加到已经凉的水。差不多，加到一定量的水，然后直接这里也加到一定量的水，看一下，然后这边把这个直接叠上去。然后盖上，这个放上面就行，现在就等加热就 OK 了。哦，有了，我闻到生石灰的味道。啊，这个蒸汽浪，整个我的后备箱有点梦幻了，我的天。这真的是蛮难见到的，我的天，开始梦幻。这什么呢？啊，拍那个那边有流星雨，晚上。啊，晚上看流星。啊，你在准备拍流星啊？对，准备在这里后。哎，今天的天气好。今天天气好，之前全是阴天，全是阴天，下雨啊，都没机会。今天好，前几天在一直下雨。对，一直下雨。今天是好天气。那你就坐，就站着，一直在等拍那个流星。对对对。OK， 现在相机嘛，在外面拍录像，啊，就一直录在那里。等会儿电池没电了，就在那里，到时候自动停掉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先吃饭。这因为是料理包嘛，是直接
放到饭上就行，加热一下放到饭上，米饭已经煮好，我天，米饭大概是这个样子，差不多正常的白米饭，反正蛮正常的白米饭，然后把酱汁淋在上面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单手没法操作，就这样子，我的天，看上去还不错，等我找一个塑料袋。哇，番茄咖喱我还是蛮喜欢，虽然番茄咖喱我没吃过，哦，不知道是个什么味道，但是反正蛮好吃的。哇，流星哎，我的天哪，拍到了，我的天哪，成功了，拍到了，拍到了，拍到了，哇，我的天哪，拍到了。